本集由三国激情协会赞助播出。曹刘，身子当如孙仲谋也。各位小伙伴们好，欢迎收看本期的南韩播报，我是主持人呵呵。谁说男神就没有烦恼？给大家看一个总是握不到手的男人金秀贤。美女你好，不好意思啊。天哪，竟然连狗狗也不接受我的请求！你们地球人都是坏人，我还是回火星吧。一对兄妹将他们妆前妆后的样子对比，感觉有时候男生背后隐藏的比妹子更多呢。阿根廷球王马拉多纳整容后发现，原来他也是信佛的呢。晋级的巨人都被网友们给玩坏了，你来打我呀，来打我呀，笨蛋！其实第一次给我的头做按摩，我是拒绝的。可是后来，求求你不要停好不好？喂，你这表情也太销魂了吧！令人感动温馨的一刻，女儿给爸爸洗脚，可是这结局我万万没想到啊！最后知道真相的我晕倒在厕所里。当女友说她一个人在家时，男友们给出的反应简直逆天啊！ You should come over. I can't right now. I'm driving home. Oh Lord, nigga, 0-20, make it real quick.I can't right now, I'm swimming. But I'm home alone. Come over. I cannot, I'm so far away. I'm home alone. Okay, 人类的进化就靠你们了。看我的冰激凌多长多爽啊！可是下一秒我就欲哭无泪了，只是因为睡了个懒觉就被女朋友给换成了这样，好心酸。为什么涂完指甲后的傲娇姿势简直一模一样呢？女汉子又有麒麟臂，这画面太美不忍直视。少年，凭你这肌肉直接就可以砸死对方了吧？那些还没开始玩就不见了的玩具，感觉已经生无可恋了吗？快看，我的美国队长盾牌酷不酷？好莱坞大片与经典动画简直一模一样，有没有？看什么看？你的父王我就是这么高冷。看机智少年教你如何出其不意的和女神十指紧扣吧。而对于某些人呢，单身不是没有理由的。不知道谁剪辑的，电臀金香童年一回。Forget member。别拦我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加拿大零下30度的一个温泉，头发瞬间冻住，又瞬间解冻的节奏让人根本停不下来，冰火两重天，好想进去泡一泡。本来想买眼线笔，看这家月销量还挺多，打开买家秀看了这个，顿时就不想要了。这是什么鬼啊？喂，这两位好友共同参演了哪部于1997年上映的爱情灾难电影？网友神回复：岁月是把杀猪刀，一战到底，你简直太会了。这大概就是为什么企鹅不飞的原因吧，看着都好疼。给鸟那边加上手之后，简直太欢乐了。早啊，老公，陪我去逛街 shopping。公交车师傅，你等等我，等等我。李易峰男神太具魔性的逗比气质，你们先聊，我在后面先吃点。疯啥你？别以为我没看见就不脏死你小子啊！俗话说得好啊，防火防盗防闺蜜。妹子的表情当时就震惊了。如果遇到电话骗子，机智大叔总裁来教你一招吧。喂喂，顾总，谁呀？是我啦。你谁呀？我是你的老朋友啦。老朋友呀，顾总真是贵人多忘事啦。哦，你是老王吧？对对对，我是老王。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。哎，你母亲的癌症怎么样了？还吃老样子。哦，哎呀，得这种病也没有办法啊。是的啦。
哎，那你父亲车祸那案子结了吗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哎呀，人都去了，赔不赔钱也无所谓了。是是是是。哎，那强奸你老婆那流氓逮到了吗？逮到了，逮到了，逮到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对，那你儿子没屁眼那个手术做了吗？喂，这年头当个骗子也不容易。秋英，冬天熟了，我来给你暖暖手。真是懂事的喵星人啊！一张图告诉你往油锅里倒汽油的后果，骚年们真是作死的节奏，逗比主人吐烟圈王星人玩的也是很开心啊。秋英，再多来几个嘛。前几天的 CCTV 五直播，哥们，你这是在打排球吗？真是用生命在玩跳绳的一群人啊！当跳绳的妹子心可真大。NBA 选手和女记者的手的比较，要是被呼上一巴掌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血腥玛丽达愤怒的小鸟，感觉再也不能顺利的打通关了呢。山东老师半夜突袭女生宿舍，各种高能语录，全程笑炸，非战斗人员请迅速撤离。今天是我查女生宿舍啊，都快点穿上衣裳，别叫我看着什么不该看的东西。505熄灯了，不知道吗？就说你的银雪链，几点了你还拿着洗脸盆？快点上床睡觉。张倩，你瞅瞅你这个猪窝脏的啊，沙背的床单何生生叫你废成人形了。不是我败坏你，俺家里那马桶都比你床单子还干净。看那女生一个个的天天打扮的花枝招展的，今天我才知道什么叫出淤泥而不染。袁丹丹同学，你是来学校开动物园的吗？把你床上那五个狗熊、三个兔子、三个猫、两个狗、一个大老鼠，给我扔了它！28个眼珠子瞪着你睡觉，你不嫌瘆得慌？你是想把它喂大了，叫它喊你娘的吗？20000字的检讨，明天上办公室背给我听。别以为你是女生，我就治不了你了。你往你床上那些大底裤、丝袜，背里都快穿成黑的了，你就不知道洗洗吗？说下来一股酸味儿。你心思这喷香粉就不难闻了吗？对着桌顶亲嘴，不知道香臭。你看你地上这些化妆品假发，我的个亲娘，这两个鬼脚是干什么的？这口音根本就是影帝黄渤的即视感啊。上期的话题是说一说你最讨厌吃的食物，收到了小伙伴们的神回复，男人都有的摸子里啊，你懂的。我还只是个孩子，我一点都没听懂，真的。我最讨厌吃黑马和黑葡萄，最喜欢吃粉木耳和粉葡萄。喂喂喂，骚年，你这么机智，你女朋友知道吗？本期话题是身材和脸哪一个更重要，并精辟的给出你的理由。好了，这期的内涵播报就到这里，记得点击视频下方的订阅按钮关注我们，每周三周五准时更新。想要看更多搞笑无间套图片，请扫二维码。